爆发火灾危机，延长线没熄灭的烟头，还有忘记关的瓦斯炉火，都可能是致灾元凶，得赶快找出来。这是国内第一款以火灾应对为主题的 VR 虚拟实境游戏，周末公开让民众试玩，实际闯关才发现真的不容易。我不太会操作，我想要上楼梯，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上楼梯。对，可是很真实啦。不止预防火灾，游戏设计了四大关卡，还考验遇到火灾时该如何逃生。原来这是内政部消防署特别推出的火线任务 VR 闯关游戏，透过虚拟实境体验火灾正确避难逃生知识。说瓦斯炉、瓦斯桶或是铁窗要注意开启，或者是蜡烛还有烟蒂放的位置都要小心等等。除了 VR 体验游戏，也有电脑 PC 版，通通开放民众免费下载。若是全部闯关完成，还可以获得演练证书，有机会抽奖。透过有趣的游戏引导，让民众能对火灾防范更快上手。记者阿公雅麦张文瑜台报道。